但係裏面我覺得個資料幾好嘅，裏面嘅資料啊。以前咧，我學玄學咧，好睇輕呢本嘢嘅。阿 Kelvin 咁嘅態度嘅，你俾阿媽墊台啲啦，係嘛？啊，幾厚啊底啦，厚啊墊台好啊。以前我係咁嘅態度，點解啊？以前我學嘅時間咧，即係好似咁後生咧，覺得通常啲老嘢睇咧，冇乜嘢嘅，即係咁樣樣，會鄙視佢嘅。但係咧，到底學咗玄學某個層次嘅時間，你就知道啦。哇，原來幾蚊裏邊咧，好多資料係唔錯嘅。佢同你計咗好多嘢啲資料裏邊咧，即係每一日佢點樣運用嘅時間咧，你會用嘅時就會好好用。到你學到玄學咁上下咧，你會先知道先 appreciate 啊，我每年我都真係要換通勝，因為我要用，我真係要用，明唔明啊？唔係就係用拜神喎，阿 N， 知唔知啊？唔係就係拜神嗰樣嘢喎，但佢真係一站人裏邊係方便。而就咧，我兩 part， 一 part 咧就係話加入通勝集裏邊，我係輯咗，而我哋上緊時間，我會碌屎一定齊全嘅。咁你自己好似我正正文文咧，好靚咁一套咁都得嘅嚇。我分兩 part 嘅，一 part 咧就係、大路少少嘅咩咧？喺通勝為主，點樣運作？點樣運用？點樣去睇？點喺通勝裏邊去集呢個日子？哦、啊，見除十二神裏邊係點運作？佢點樣去用化？諸如此類等等，係咪啊？另外一 part 咧就學術性比較強少少啊，貴人等天門啦，太陽日啦，太陽到山到向點樣用啦？啊，咁嗰類嘅性質，明唔明啊？譬如宅裏邊咧，好似話 Angela 你，我冇講錯啊？冇啱，唔係好錯。你點樣用宅日格？未宅過啊？未睇日曆過。哦，阿 Ann 啊，點用宅日格？有咩用啊？打小人用啊！搬屋啦，譬如宅日咧，俾好多用途嘅，即係譬如話咧，我哋搬屋啦，搬寫字樓啦，結婚啦，做喜事啦，即係紅事啦，啊，即係擲個好日子啦，開張啦，係咪好多時會用到咧？裝修嗱，好似話齋，你哋同學仔，你都識風水嘅，喺裝修嘅時間咧，我必須要裝修廚房。阿老婆成日已經忙我啦，係嘛？裝個廚房，裝修俾佢咯。啊，但係咧又識風水。在那年來說五行到喎，是吧阿老容不得喎，五行到喎，那怎麼搞啊？在宅日裡面有方法去搞的，它令到你可以將它可以計在一個鎖定的日子裡面去做呢，是撇除了不好的因素，就是宅日裡面我上上用到的，不是只是說一般來說通勝裡面簡單的東西的。这个里面呢有学术性的，我分了两 part， 一个呢就是说春牛图这个开始的呢，天官赐福啊，那些呢就是说你会见到呢，啊，今年呢属猪的点，属龙的点，属牛的点，属鸡的点，那些呢他噏到朗朗上口的，那个不是紫微斗数来的，那个是天官赐福的东西来的，他明明是紫微星的，啊，原来那个天官赐福不是这些东西来的，那个呢就是说呢在這一 part 裏面我跟你介紹的，裏面包括了整個空性裏面的資料，跟著下低那些呢開始呢，啊，太陽日啦，太陽到山到向啦，貴人登天門啦，種種那些是在第二 part 裏面的。當然啦，你離國的時間會因應你的情報咯，之後看回個進度咯，由這個初班開始啦。如果你話，啊，我想再深入啲嘅，就再嚟啦。另外一啲係即係話係拜神啦、習俗啦、嗰啲禮儀啦、啊奉法儀式點做啦、點啦。即係譬如話，我見到個客，咁佢話咧，師傅啊，我咧好急，點解急得啊？因為咧屋企有老人家就係流離，咁咧就有親人咧好想見佢，有一啖氣。係見到，但係咧就好文水啦。喺宅日有冇得做啊？有得做㗎，明唔明啊？喺宅裏邊咧，佢點樣去催旺佢咧？係有得做㗎。我試過好幾次㗎啦，都認㗎。等佢咧谷旺佢自己。嗱，呢啲係咪係啲即係話少少嘅拜神儀式方面咧？有，我由於你有興趣嘅，可以教你點做，明唔明啊？
快射角，甚至乎你話咧，化冤親啦，送鬼走啦，啊，垃垃雜雜嘅嘢啦，點做啊？師傅可以話你做，但你唔需要話識消符呢樣嘢，唔係嘅。一般嘅你嚟係處理嗰個方法，明唔明啊？我哋分開咗，你睇你有冇興趣嘅啫。但我主要就唔係講啲 part 嘅，主要就係講通性，然之後係學術性嘅嘢。啊，師傅，我真係想聽下頭先嘅嘢，冇問題，明唔明？我按照你哋個班組合裏邊個程度、進步、興趣，就有啲人我專嚟，我想啲學術嗰 part 嘅得，學術嗰 part， 明唔明啊？但我同你講係有用嘅，每一 part 裏邊用完之後咧，你真係譬如話就嚟開張啦，嚇、啊，譬如話動土裝修啦。你必然會用到的孤獨啦、八四角啦，種種種種，有冇提問？喺陣一方面有冇提問？阿陀仔佢問下緊，知唔知啊？問，知唔知啊？有唔明嘅問我嚇、啊，好嘛？係，八四角都要擲嘅咩？擲個靚一架好啦，你唔會擲個最衰嘅八四角㗎。係咪祭祀嘅聖衣？祈福祭祀都合，仲有冇？阿教授揾到幾點啊？到九點你可以再睇下嗰個陽宅有冇啲人有興趣再講少少。Okay, 留翻，因為我驚你哋攰啊，十五分鐘俾我講易經啊。你使唔使去洗手間啊？有冇去洗手間啊？有冇去洗手間？好嚇、啊、，OK。啊！洗手間飲啲水係咪？我真係啊！我以為你話我想飲啲水，我咧。有冇嘢問？係咪淨係中國人先飲宅飲啲藥嘢？因為又問得有趣喎，其實未必係嘅。其實咧，古埃及羅馬嗰啲咧就已經有，佢哋有佢哋嗰個計天星嗰啲，佢哋嘅方式飲。因為大家嗰、那個社會習俗系統咧，有啲差異，有啲差異，有冇？冇啦。想問咧，就係、是、裝修咧，即係亂咁嚟咁啊，裝咗修啦咁樣。係。咁又冇查到吉點風啦，總之就咩都要開曬。係。咁有冇咩更正或者點？樣可以成為一個譬如上磚啊，要擲嘢咧，或者係整門啊咁樣，係咪每一樣？即係佢有個安藏嘅日子嘅，靚嘅，或者係裝呢、這個爐啊，裝爐啊，安藏啊咁嘅。但如果你係擲個吉日裏邊咧，係動土裝修咧，咁都可以成個 schedule 去噶啦。你摘咗一個洞，我就話吉空一個生活洞也啊嘛。咁你吉摘咗個係啱嘅時空去洞佢咧，就基本上成個過程，明唔明啊？如果你話我再講究啲嘅，我裝我安床要揾個係靚嘅日子安床冇問題，安爐做嘅好嘅日子安爐做，因為冇床做重要嘅冇問題。呢、這個就係你識嘅陣時間咪可以咁做咯，明唔明啊？係可以咁做嘅。如果唔識咧，中間有啲咩要摘㗎？即係刷都唔知幾時幾日幾月幾蚊拆咗之後。咁咧用啲乜嘢嘅？邊個重要啲？譬如啊，上磚啦，整嗰個門啦。以前嚟講咧，即係話咧，安梁啊重要嘅。而家冇安梁嘅啦，老闆啊。而家起屋邊有安梁嘅啫？以前嚟講咧，即係等於打裝，等於一屋裏邊嘅地裝。咁跟住咧點啊？就上門啦，跟住安灶啦。以前嘅灶好重要啊嘛。咁跟住即係總之係門牀灶主要嘅理由嘅。但你而家裝修全部一次過做曬佢㗎啦，明唔明啊？所以擲一個開工日子係好重要嘅。通常嚟講，我哋擲一個俾人係施工日子啊，咁跟住咧發低利是俾佢啊，咁佢開工嘅時間咧就大家即係大吉大利啦。啊，通常我哋就唔會話俾阿老容係師傅叫佢嚟做咁樣樣，唔係㗎，我哋自己做咗開工儀式，做完先，明唔明啊？喺靚嘅方位做完先。咁跟住咧，就約阿師傅嚟到咧，譬如阿判頭嚟到咧，就交封黑工利是俾佢，啊，咁跟住咧就開工大吉啦，明唔明啊？咁樣樣嘅。即係要自己做個先。點解？因為我擲咗時辰嚟講咧，譬如話係上晝嘅九點鐘先算啦，咁佢走去飲茶，
佢兩點至嚟，係咪成日係咁㗎？成日係咁㗎，控制唔到㗎嘛。你話真唔緊要，今日俾咗佢，我叫佢後日兩點鐘做，佢後日會唔會兩點做㗎啦？明唔明啊？都係你自己做個開工儀式先咯，明唔明？好啦。係。有些人原來寫住破日大事勿用，是不是即是如果在破日做任何事都不行？基本上破日是不是那麼有利的，破者是不留，明白嗎？所以做的時候很多時候是要是有情有義 的日子的。有些人就說、啊、破日見除十二神裡面的見秦滿平定執破危成修開閉十二神裡面跟破日嘛，破者開刀啦，離婚啦，最好的啦，咁樣，但未必是的，明唔明啊？你冇得揀嘅，時間破日，如果破日裏邊係我嘅天月貴人日噃，係我個吉日嚟嘅噃，又有吉神到喎，破日可唔可以用咧？仍然都可以用，明唔明？但係你唔會特登揾個破日用嘅，明唔明解？咁解咯。都唔係破舊立新啊！係，好嘢，嗰啲咧，唔好講人有啲係咁講，有啲係咁講㗎嘛，破舊立新咯咁樣樣，即係令到你開心啲啦。一般嚟講，我哋唔用破，用破，盡量唔用破，是咪啊？大家拆火、開刀，拆火包括係離婚，都盡量係有情有義嘅，唔好大家鬧生死。你俾八間屋我咁多，唔係，你攞住八間屋咁多，我得三間咁樣樣，大家鬧生飽啦。係呢個問題。如果不是自己住咧，譬如租啊、賣啊，唔使俾租賣。即係裝而家乜都唔係自己住嘅，唔使咁多嘢。哦，你個屋咧裝修完咧就俾人住嘅啫，話俾知佢。咁係順順利利啦，你都等嗰啲，即係話間屋係你同你有牽連噶嘛，有拉楞噶嘛，你係物業嘅業主啊嘛，你租俾人啫嘛，你習個好日子即係順順利利，租一租下都好地地，啊佢住落嚟咧幾健康咁樣樣，又冇咁多阻滯咁樣樣，你唔好嚟集嘅，即係集求其話集個最衰俾佢入㗎，點解唔好？賣唔冇關係㗎嘛。賣。即係你求其執執佢就賣啦，係嘛？我覺得你能夠做盡量做啦，明唔明啊？樣都順啲啦，明唔明啊？你冇理由嗰啲係嗰啲兇神惡煞嘅日子，整到日子咧就好多棘手嘅嘢啦，咁樣。我想問一問，哇！時日天破同埋時日月破有咩分別啊？時日天破同埋時日月破有咩分別啊？我想知道。天破同埋月月破，嚇！冇日破喎，月破日破，日破同月破嘛，係啦，冇錯。嗱，佢難得你舉手啊，真係令我精神一振啊！我驚佢唔知點問咩噶嘛，係嘛？嗱，舉例，今年嚟講咧係雞年啦，有啦。我哋喺一個十二宮裏邊啊，即係太陽十二宮位裏邊咧，咩同佢衝㗎？卯酉衝咯。對公啊嘛，係我衝咯。若果咧呢一個咧係二月，佢有一個日子叫月破噶啦，因為佢個月咧係二月係卯月，卯月咧係屬於同嗰、那個即係雞年咧係產生咗個衝刑嘅關係，所以叫做咧卯月為日為月破。咁如果卯日咧日破咯，咁啫嘛，明唔明啊？聽聞？叻仔喎，真係嚇得我咁啊！點問嘅真係，啊，係清講。即係老師啊，嗰個譬如嗰啲搬屋咧，即係你通常係搬可能成個鐘頭啊。有啲搬成個月㗎。咁佢一般大廈搬寫字樓都係㗎。我諗譬如即係當簡單搬就咁住宅咁啊都。咁譬如宅咗個，譬如話又變咗個吉時係得兩個鐘頭或者四個鐘頭。但佢都搬唔完，咁咪冇錯，咁又點咧？嗱，咁咪弊咯，係嘛？係啊，老燕講即係話咧，唔會弊。老燕講咧，即係話咧，即係同我頭先所講嘅跟空一個生活同也咧，呢個有關係嘅。即係咧，譬如話你搬屋咧，就算你係嗱，你搬寫字樓啦，搬廠咧，分分鐘講緊咧成個禮拜嘅，係嘛？未計裏邊執臨審嘢喎，我講係嗰啲機器啊、setting 啊、諸如此類啊咁嗰啲啦嚇。但最主要咧，即係話咧，你搬嘅時間，你一開始 starting 嗰一日嘅日子，你係搬屋嘅。你用咗佢，已經起動咗個日子啦，明唔明啊？你起動咗佢啦，明唔明啊？明唔明意思啊？
所以你話誒、哎、我收尾係咪就話喺呢個時辰裏邊話等住落腳係都要完咧？唔係噶，喺嗰陣時間啟動咗佢，明唔明啊？咁所以嚟講完咗之後咧，咁你可以咧啊，執翻個日子入火咯喎、哦。咁跟住嚟講咧，大事慶祝咯喎，係嘛？我哋成日咧就想揾啟動嘅日子嚟講咧，對嗰個好嘅呼應拉起佢啊！交通有夠辛苦。係嘛？諗下啲問題，明唔明啊？雖然你話唔知道就係一個深度係咩嘢，我同你講同生活息息相關。亦都咁講喺我哋玄學裏邊咧，係責日咧係重要嘅課題，同埋咧以前我哋覺得咧，切冇乜嘢學唔學責日咯。其實你係錯啦。玄學咧係即係咁講啊，喺我嘅睇法裏邊咧，係你有底嘅時間咧學責日咧，你先至。深層好多，唔係話咧啊冇乜嘢學習日咧又簡單啦，其實唔係嘅。往往陀仔咧就係、是、以前我學玄學裏邊咧係啱啱係調翻轉頭，學咗多玄學嘅時間，有翻咁上下見解嘅字，更加有體會。我唔係話你而家係我冇體會，而家係可以係去學去聽，因為咧喺通性裏邊，你真係唔識嗰陣時間，你都要去運用嗰本通性噶嘛，咁解咯，好冇？我哋第二個課題咯噃，阿 Kelvin， 風水係咩嚟㗎？問下啲後生仔先，我係風水啊！我即係驚我講風水係流嘢嚟啫。